剪枝要注意什么？这边就好了，这个没什么刺的。哦，这个好用。说没什么刺，我才尝又被尝了。那我这边闻到有一种，有种味道，特别喜欢的味道。对，哎，那是鸡粪。闻到鸡粪的味道，然后再闻这个花的香味，就会 balance。是我来剪枝，你去专心闻。我来专心闻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